就去打电动，爱情游戏太过复杂不好懂。你终于回到你的团队，很有归属感，放飞自我，然后好好的把自己该展现的毫无保留的都放在台上。我会觉得你们本来就是一个团。我年底可能要开演唱会，我就想说啊，是不是可以邀请他们来当我嘉宾？黑暗中的光芒，释放蓄势待发的无限可能。谁将成为最耀眼的一颗恒星 ？TVBS 四十二频道，8月24日起，每周六晚间8点，一起踏上全新的冒险。